它叫春英。我还看是个高的，是不溜春溜的降下来了？应该就是他更早，他应该更早就有这个东西。耳朵里边更早就有东西，但是他没嚼碎儿，他就是没堵上。现在他是长石头了，东西。先坐一会儿。多硬啊！没见咱手里找着，我还看是。那孙儿叫你干的，反正看着不是儿子，那都吼不出来。你这哪是多一事半事的呢？那个不当听的。嗯。是吧？像叫上的那溜的孙儿，那能干的似的。嗯。他要弄不好的时候，就是个件事。这个影响听力了的，你说你那刚才你说听不见，你说是上火的，那怎么听不见了？你俩耳朵全这样。这个应该是不是？你平常的歌儿烂吗？老一年轻儿上的歌是吗？真气！我有点儿疼。就是今天嘎的。嗯，那说我也看了是嘎的。嗯。我他刚一进来说听不见，我以为他是上火的呢，怎么听不见？他家老有水跟着，他掏的跟着。他老养上去，养上没事跟着拉拉拉拉，嗯，不能拉一个。我得出家似的。是吧？是咋搞的吧？嗯。是溜水溜的呢。好着。嘎的。我老想了。有范儿了，就听见了。一会儿你刚看了就知道了。